啊，你的外壳嘞？没带。拿去，你的雨伞。哎对，谢谢，不会。OK， 麻烦帮我去，我这边等你们。好。待会见。好，拜拜。变大了。这个。拍出来。不过这边还蛮特别的，我不知道有什么目标。对，我不知道有这个目标，但我方式。启动。这个不拍照，这直接录影。你要走过去啊，路要走过去。谁有空点那么久看这个？那你就分一段。我真的怀疑那两个人是台湾的吗？他们沙滩排球。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今天第一个行程，我们是跟团。哦，我们今天跟团的，终于我不用做功课了。对，不用看那个火车，不用看地图。反正我们今天现在，很不幸的一下车，马上喷雨。对，就是。然后，跟团就是那怎么讲？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阿勇。阿勇。阿勇，他叫阿勇。阿勇，他就是贴心的准备雨伞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先到了基隆。Yes. 然后吉隆这地方是他刚有介绍，但是我没有仔细在听。他说这个是什么维多利亚的来第二大港吗？对，好像不是第一大港，是第二大港。然后这里有名的就是他这个木桩。OK， 刚刚有到了，就是他这边有很多木桩，然后这些木桩其实都是之前有人就是在报纸上面的人物，对，然后他就会放在各个地方。然后这些听说有100多个，可是。他只给我们45分钟，所以没有办法全部都拍到，因为他全长有6公里。6公里。对，所以我们只有拍就是这最主要的几个。拍啦。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的相机在喷。相机整个都是水哦。然后这个木桩是之前在绑船的，就是船停靠岸，然后要就是固定的那个木桩，然后有艺术家把它拔起来，然后再把它做雕刻，然后设置在这一路上，所以就有这个木雕。好吧。一直下雨下好大，你跟大家做个结尾说吧。就是等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桩，我们要去寻找它。到时候等大家自己来这里探索每一个木桩。逗吗？好，拜拜。